嗨，大家好呀！因为疫情，今年也不能如愿回家，于是我们决定以自驾游滑雪的方式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在北海道跨年。这一期的 Vlog 主要就是介绍我们去过的雪场和想要推荐给大家的雪场周边美食，希望能给要来北海道滑雪的你一些参考。我们是从新千岁机场出发，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达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尼塞沟二世谷。尼塞沟是阿伊努族语，有悬崖峭壁的意思。我们会在二世谷停留四天，入住的旅店叫 Lama de Nisego， 旅店是一栋很大的欧式洋房，入口有一扇很显眼的红色大门。我们一行四人租了一间两居室的套房。早上出门看到这厚厚的积雪，作为一个南方人，不管看到几次都非常的激动，连早上给车子除雪都变成了一种乐趣。从旅店出来还能看到有小富士之称的羊蹄山。我们去的第一个雪场是 Grand Hilaf， 距离旅店五分钟车程，雪质真的非常棒，干燥的粉雪，可以滑的线路也很多，不会滑或者刚刚会滑的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，初级道也有很多。我是雪板初学者，可以用落叶飘勉强下陡坡的那种，雪场内的初级线路也非常适合我，坡不会太过于平缓，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对面的羊蹄山。我们去的第二个雪场是 Hanazono， 2021年12月刚设了新的缆车线路，还增加了到夜晚7点为止的夜间滑雪服务。只是我们去的那一天山上风雪很大，滑了一次山上的初级道，因为太过平缓加视野不好，我们主要就在新缆车的大直坡那里练习了，可能滑的人比较多，雪也被压得比较实。在二世谷的几天，我们都是在距离旅店和雪场10到15分钟车程的地方用餐的，其中比较推荐的这几家有 Jungle Brother 的汤咖喱，店里除了北海道名物汤咖喱外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食，可以满足不同的口味和需求。 A 锅很推荐这家店的豆乳锅，还有特色炸鸡，炸鸡是提前腌制过的，然后里面超多的汁水，非常好吃。屋外下着大雪，在有暖炉的餐厅里喝着热腾腾的豆乳汤，那是相当的幸福。PIC 汉堡店，这家店非常推荐，在 A 锅的旁边，汉堡量非常大，而且非常美味。烘烤过的面包透着黄油的香味，多汁的肉饼加上混合芝士和特调酱汁，一口下去口感丰富。离开二世谷，我们驱车一个半小时到达了我们的第二个目的地小樽。提到小樽，自然是要打卡一下小樽运河的，但我们到的时候还是白天，没能看到夜晚点灯后的样子，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特别惊艳的感觉。倒是运河周边的街道非常好逛，有特色的鹿角制品店、陶土店，还有可以吃到新鲜海鲜的海鲜摊。如果要买纪念品或工艺品的话，还能去北一萧子玻璃制品店逛逛。在小樽时，我们去的雪场是 Kilolo 滑雪场，风景非常好，可以看到连绵的山脉像水墨画一样，场内可以玩的路线也很多，有给公园大神们玩的大跳台，也有森林中盘旋的初级道，各种类型都有。在北海道有一个感悟，就是雪场都太大了，还没有能力可以把所有的道路都体验一下，还是需要继续磨练技术才行。
小樽的美食推荐是在运河附近叫夏邑屋的海鲜饭店。北海道的海鲜本来就新鲜，而他们家的鲑鱼子新鲜的同时还很鲜甜，米饭也是软糯中带有口感。还有一家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成吉思汗烤肉，也是北海道的名菜，店名叫无名。成吉思汗烤肉就是以羊肉为主，再加上豆芽、洋葱、胡萝卜等蔬菜的烤肉。烤锅是圆形凸起的锅，羊肉放在顶部，蔬菜放在周围，这样周围的蔬菜就能进入羊肉的汁水了。据说是仿效成吉思汗的羊肉料理做的，所以叫成吉思汗。最后一个要推荐的是我们在回程的路上经过札幌时吃的拉面，拉面店叫银座红。后面查了发现在东京的银座也有这家店，据说是常年排队的一个人气店铺。这家店主打的是鸡汤底的拉面，汤头非常浓郁。那这就是这一次我们的北海道滑雪之行啦。如果有什么想要交流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还有弹幕中留言哟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